来，爸。爸。爸，喝一口吗？我们今天来，主要是不想让佳怡伤心，并不代表我们就认可你这个人。论家世，论个人条件，你找我们佳怡，那是高攀了。妈，我想说呀，我们佳怡选了你，那是我们做家长的没有教育好女儿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敢让佳怡生气，我和她爸爸绝对不会饶了你。妈，爸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对佳怡好的。你这什么话呀，亲家？怎么叫高攀了？啊，你意思就是说我们家儿子配不上你们家女儿是不是？我们家儿子也是青年才俊，要房有房，要车有车，在单位大小还是个领导，有多少小姑娘嫁给他？就是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要搞错了啊！我的儿子他原来是有老婆有小孩的，是你们家女儿死缠烂打，非要和我儿子在一起了。妈，妈，小点声。说错了吗？啊，妈，是我非要和佳怡在一起的。佳怡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找的是什么人家呀？啊，是，跟我回去，先跟他离婚。我们是什么人家？妈，啊，我不走。什么人家？我们是真心相爱的，是真的。你说清楚什么人家？你说什么？我们人家怎么了？啊，是什么人呢？爸，看今天是我跟佳怡的婚礼，有什么事儿咱们回去说。关键是现在佳怡已经怀孕了，想拿孩子来要挟我们，我告诉你，你别做梦了。大不了孩子生下来，跟我们家姓黄。妈，你才做梦呢，凭什么跟你们姓？他应该跟我们姓。你做梦！你做梦！妈，顾总，真的谢谢你了，多亏了你，我才能在里面好好工作。应该的。再喝一个吧。给姐敬一个。你们几个干嘛呢？哎，副总，副总，我们真的太不容易了，快再干一个，干杯！好好好，恭喜啊！恭喜恭喜！你怎么回事啊？啊？必须给他们叫过来。对了，顾总，你什么时候带我们见见你的另一半呀？你怎么一个人躲这儿来了？因为害怕。害怕？怕什么？我害怕全球变暖，害怕冰川融化，害怕人类灭亡，怕让他们失望。我知道，他们跟着我不是为了钱。但即便是这样，即便是他们拿着那么少的工资，那些房租、水电、设备七七八八加起来，我也没剩多少钱了。当老板怎么那么难？你知道吗？我没事啊，
我就是喝多了发发牢骚，明天就好了。不许。嗯。你不许跟别人说啊，要不然我再也不理你了。放心吧，我谁也不告诉。我考一下。你这是在公司熬了个通宵啊？董事长来了吗？差不多了，我得去找他一趟。没事吧？当下最流行的神经网络是哪一种？是卷什么来的？卷积神经网络。对。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。哎，其实我知道，你不要提醒我，下一次我肯定能答出来。最基础的 CNN 是由哪几种结构组成的？是。你能不能给我一点点提示啊？最基础的 CNN 是由输入层 input layer 卷积 convolution 激活 activation 直化 forwarding 全连接 fully connected 五种结构组成的。天哪，你太厉害了！这个其实还是有一点难度的。我有个私人问题，我想你能不能坦率回答我一下？可以啊，我当然可以啊。你说什么问题？你从小是不是脑子不太好？你要是不想加就算了。你现在走可就前功尽弃了。我有一种办法可以提高你的学习效率，你要不要试一试？说吧，什么办法？这不会就是你说的好办法吧？运动可以改善大脑的认知功能，促进大脑当中的神经元，从而提高记忆力，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。来，你要是想放弃也来得及。
谁说我要放弃的？打针。没吃饭呢，用力。用力，卷积神经网络目前可以运用在哪些领域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就想，哪些领域？用力。图像分类检索、图像分割、语音识别等领域。继续。喝点水。谢谢。恭喜你啊，出师了。其实那天骗你的，你也没有我想象中看起来那么，其实挺聪明的。